OK， 我们成功来到地狱了，可是这个地形我不是很爱，完了，死定了！Hey， 我是 Henny Ken 呐，欢迎回到我们的超级英雄世界，大家新年快乐啦！那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啊，把我们后面的这些牛给牵过来，是上一集吗？好像不是上一集，上一集我们是做这个，对不对？哈哈哈，突然间有点神经错乱，完了。好了，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啊，是弄了这些农田啊什么的，然后开始繁殖牛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那现在牛已经蛮多的了。其实我杀掉了好一大部分了，这里还有一只是刚繁殖的。那这里的，哎呦，又可以再收成了哈。来，收成起来。其实我们的皮革还有纸应该都完全够了。你看这旁边的甘蔗，其实也都可以收成了。我们之后有需要再收好了啦，这个我种回去，我们就先暂时不要理它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皮革应该是非常非常够用了，然后纸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够用了。我们现在东西都有分类起来了，现在是我这所有的物资都这样分成两类哦。那我们牛排，我有烧了一些，这样子我们之后应该食物来源也是充足了。我们先来做一些纸，然后弄些书本出来吧，应该完全足够了啦哈。然后有关于骨粉的部分啊，我这边有一个新的方式可以来去获取骨粉哦，就是我们这个啊，我们不是可以打这个枯干木嘛？哦，其实附近已经几乎被我打光了，剩下的应该都是落单的那种。哦，这个打掉不是可以获得木棒嘛？然后树叶这种砍掉树之后啊，那个树叶也是可以获得木棒哦。这一区的好像全部被我砍光了。那像这个木棒啊，这样子摆的话，就可以做出草地哦。那你会想说，草地可以做些什么呢？哦，草地其实是很好用的，就是我们可以啊，它又喷出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我增加了一层。哦，草地可以这样子，我们这个草地一样可以把它丢进堆肥桶里面做堆肥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骨粉了。那我有蛮多的骨粉就是这样子来的哦。然后另外我们小麦获得这个种子也是可以这样丢进去啦，所以对，基本上是永动，我们可以一直获得非常多的骨粉，骨粉不够我们就砍个树或者是打个枯干木就有了。好啦，就大概跟大家提一下，那之后甘蔗我们应该不会需要用到这么多，我们可能就也可以把它用来做这个东西。那再来就是这个全部给它分解掉，我们全部给它做成书柜，我们会需要这么多吗？好像不用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，我记得是只要15个书柜就可以拿到最高等级的护魔，但是再来一个吧。为什么要16个呢？因为16个比较好放，对，就可以对称，哈哈，杀掉，碎哦，这个自动连击真的很棒哎。我们稍微改一下它的位置，放到这边来，然后1,2,3,4,5,6这样子来用一下，太小，这样，中间还可以再放两个，要放满吗？我们再多做两个好了，反正我们现在输很多，反正我们现在物资已经非常多了，我觉得不用 care 这件事，直接放了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其实就可以来附魔了，我们可能要多获得，一些经验，会小杀掉，对，我们要多获得一些经验值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用很多的这个，把它杀掉。这个我记得也有经验值吧，也有，我们至少要三四等才能附到最高等级的附魔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至少把我们这个稿子，用出个幸运或者是丝绸吧，其实幸运好像会最好啦，因为我们有很多矿物都是可以用幸运啊，来去增加它的这个产量的，杀掉，我们身上装备就不附魔啦，因为身上装备之后应该会很常换。我们可能时不时就会换一套装备来玩，这样子有太多超级英雄装了。这里又有了，来，敲你。好了，稍微花了一些时间啊，你看天都亮了。我们把这个等级升上了30等，我们可以来附个魔了，各位。但是呢，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其实这个附魔是没办法直接这样附上去的，我们要配合铁针啊，各位。来，我们这边先来弄出三个铁砖，然后这样子，再这样子放，来弄出一个铁针出来，我们就先把它放在这吧。那再来，我们要用书来去做附魔，像这样子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这样子。像这个好像就没有很好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先随便来弄个东西把它给刷掉好了。然后我还需要，我想想，我应该需要砂轮把它刷掉。如果要用砂轮的话，我们要先烧个石头做出石半砖，然后再用木头跟它合成，对不对？
哎，我们这段时间再去，我想想，我有什么东西可以获得等级的吗？哎，我们还没有去过地狱耶。OK， 我们成功来到地狱了，可是这个地形我不是很爱，完了，死定了。哈哈哈，没关系，我们，哎呦，杀点史莱姆应该有经验吧，对不对？我记得史莱姆应该经验算多吧，因为它会分裂。小，对，我记得这个经验值算蛮多的，应该可以刷这个来刷一下这个经验值，没问题。多刷个几只，然后旁边有石英就给它挖一下，哦，用力的挖，这种小吃的就不用怕了。哎呀，经验值是不是一直烧进去啊？我们旁边这个经历，我记得经历好像没有经验值吗？有点忘了啊，我们跳下去。这边我刚才就看到有石英了，顺便收集一下石英。好，这是我们之后的建材。哎，其实我在想，是不是应该要去别的地方啊？因为这里好难，就好难移动哦。你看这种地方就非常的崎岖，我真的很讨厌这个地形。地形到底是谁设计的？站出来哦！哎，那边有扭曲森林呢，我们去扭曲森林看看吧。我想想哦，直接这样。应该不会有事，哎呦，真的不会有事，但是差一点点出事，哎呦，好可怕啊！这世界真的是很不友善哎。好，我们来扭曲森林看看。扭曲森林的话就超安全的，对吧？这里只会圣安德，哎，几乎只会圣安德。那，哎呦，我做了什么？对不起，这里几乎只会圣安德啊。我们应该可以非常轻松的在这边，哎，刷经验值，哎，还可以顺便收集这个，爽。啊，这个到底有没有经验值啊？我来看一下。如果有的话，我就挖你。嘿，有吗？哎，有哎，还有经验值哎，所以还是可以挖的啦。哎，我们蜘蛛丝也快用完了耶！哦，好多东西要捕获。来，我们把这个放在这里好了，然后把这个给磨下来。我们要来附这个吗？等一下，我看这样子它会重置吗？好，很明显的没有。那我们就随便花个一等。这样子好了，哎，我们再来看看它还有什么。很小，进去 ，power， 哎，这个我觉得好像剑上面会用到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好了，先来附一下好了。啊，我原本以为还会有附加什么东西，结果没有，它就真的只有封印三，好难过。那这一本的就可以刷掉。哎，对了，我们这个蜘蛛网的弹药也不够，所以我们再多做一个这个，嘿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再多获得这个了，哈哈哈，直接这样子比较快，有没有？哦，等下我不小心把它 Q 出去了。那我们多的这个就把它给放过来吧，就先收起来啦。我们平常就用一个应该就够了吧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们可能还要再另外找一些就是可以获得经验值的方式，对不对？哎，等下，看这怎么长那么快，哈哈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找一些可以获得经验值的方式，不然我们每次要刷附魔好像都有点慢哈。各位、哦、我终于把我们这个附魔术给弄好了。哦，这个也是花了还蛮久时间的啦、哦、那我们附魔术呢，目前是我附到了这么多本，这些是我留下的，因为没有用的我全部给他用这个磨石机，这个砂轮全部给他磨掉了。嘿，这样子我们经验值才不会损失这么大啦、哦、那这段期间呢，哎，我除了去地狱有挖那个石英以外，哎，我们还有在地下哎挖了很多很多的矿，所以我又挖到很多泛金属。等等，我会做第二把稿子。那还记得吧？我原本是说我要幸运，对不对？那我后来想了一下，我顺便把这个丝绸之树给他给弄一个啦哈。哎，因为反正他都出来了，那顺便。哈哈哈。那这个幸运的话呢，我只有拿到两本的幸运二，不过没关系。哎，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就有幸运三了。但是效率我应该拿到好几本，我看看，对，这里也有一本，然后还有这个，这个是锋利，锋利应该也有办法弄到锋利5才对，我看一下，我有另一本锋利4吗？没有，那我们就用两本锋利3把它合上去吧。那剩下的话，我就先把它留下吧。我们现在等级应该也是够的，我们先把我们这个效率先给它弄成效率5，然后这个我看看哦。这样子付应该比较便宜，这样子，然后最后再把这个给它付上去，然后我就没有等级了，太棒了！好，等等我们还要再去弄。那我这边应该还有烧更多的泛金属，我们来弄一下第二把稿子吧。这把的话呢，我们就是要来把它弄成这个丝绸之树的稿子。
槽，我不知道我原本那把剑跑去哪里了，是我 Q 出去了吗？我完全忘记了。哎，我这段时间都在挖矿，我完全忘记了我的剑跑去哪了。我刚才翻的箱子也没有，算了啦，进菜啦。哎，我们把它这个合成上去，然后这个合成上去，然后这个再把它附上去，这样我们就有一个锋利5的半金属剑了，应该会很强，没错。那之后如果有拿到掠夺的附魔书，我们再来把它附上掠夺吧。嘿，附上掠夺还是好很多啦。燃烧的话可能就不用了。那像耐久、手骨那一类的，我根本就完全不需要，应该就可以不用附上去，没关系。喜欢这次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在影片下方点个赞，拿开订阅去追踪我的动态。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、IG、Twitter 去按个赞，追个踪。想要聊天的话，也可以到我们的 Discord 群组一起来聊天哦。那我猜你给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哦，拜拜。